子欣要同，连女生都可以轻松上手年度最经典的三国游戏《苍天英雄之二》来喽！不用担心自己不会玩游戏哦，因为操作真的好简单呢。就算是工作啊、读书啊，或者再忙的时候，都可以放着升级，真的好方便呢。女生对三国其实没有那么多共鸣，但是呢，《苍天英雄之二》有非常多自创的漂亮女生角色，像是里面有貂蝉呐，她的皮面图已经很细致了，但是3D 形态出场的时候还会先甩扇，太棒了。